最大的螺，看看，3斤重。今天咱们尝尝，给它煮了已经。擦的完了，这还整不出来呀！不行，做不出来，咋整啊？好像焦皮了，太硬了，没煮熟吗？煮20分钟了，啊，抠不出来咋整？还是不行，哎呀妈，这样胶皮做的了，哎呦妈，300块钱白花了，这不能吃啊，哎呦妈。